游戏王。是。好，马上进行一模一样游戏王。这个游戏我跟你讲，一推出之后，广受所有少女的喜爱。是少女吗？听说这个单元是专门为少妇而设立的。那我们就来进行游戏了，请关门。请关门。关门哦。请戴上眼罩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等马丁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他可以帮你的事很多哦。我觉得彩华姐有偷看我们的游戏王，完全知道怎么运作，来还给我装，完全知道怎么享用。马丁，装矜持。好，我这个。哪一边是正面呐、啊，马丁？彩花姐用太……你没玩多久了、啊。彩花姐用太凶了啦！待到天亮好不好？那你这样，彩花姐不就是戴眼罩，你们搞忘戴别的东西一样？奇怪哦，好开心哦！不是，太久没这么兴奋了。都戴好了，对不对？那请出题，请出题啦！啊，哎呦，哇塞，怎么这么的 man 呢、啊？你有办法吗，小兰哥？我怎么可能有办法？你是落枕吗？你有落枕？对，这个角落过了一次。动作有多难？对。哦，阿内也落掉哦。这样可以吗？你看一个老人家做这样的动作，他要从第一棒一直坚持到第四棒。对啊。什么？可以了，这样。好，可以了吗？来，请把门打开。一凡，你轻一点，我怕你把小兰哥给拆了。勇敢说。而且其实我觉得摸是要有技巧的，要对位置啊。小兰哥，你在笑吗？小兰哥为什么想笑呢？想笑就笑出来，好不好？不要忍耐。一凡在复健呢。小兰哥，为什么你的腿越夹越紧？是笑吧，应该是叫。忍耐。小兰哥，你刚刚是抿唇、抿嘴吗？你咬了一下嘴唇，是抿嘴啊。你以为你在格雷的五十道阴影吗？不要。一凡不能太用力啊，你要把姿势。可以了吗？你确定吗？我一凡已经紧张到腋下都湿了。确定要开门呈现呢？好，是这样，确定啊，确定就要开门喽，请开门。彩华姐还没有，不要笑出来。来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不要笑出来，彩华姐。小姐太激动了啦，你把姿势都变了啦。各位观众，我真的不觉得彩华姐有在吃素。她的脸上不。彩华姐厉害，彩华姐根本不觉得她是来玩游戏，好不好？而且彩华姐会自己调角度哦。彩华姐她明明就夹很紧，她硬要把人家给扒开，结果她自己夹更紧了，一凡自己夹更紧，因为彩华姐的靠近，一凡越来越用力。一凡腹肌都快收起来了，哇！这个，你看，哎，时间太紧过了，时间不让他过了。三，好，时间到，请把这一位玉女带回她的位置。时间到了，彩花姐，好了，时间到，彩花姐没有要你画素描了，不用摸成这样了。喷水柱要出来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娇喘的声，有什么高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？高兴吗？我靠 ，Happy Happy 你好，你来穿搭呢啦？你怎么感觉上那好像跑了2000公尺回来？对啊，你好喘哦，好刺激！你的心跳很快，对不对？原来蒙眼，然后这样摸是很刺激的。确定一下你的姿势，现在请摆出来刚刚你摸到的姿势。哎呦，耳环掉了，马丁，你耳环帮我插进那个洞。人家你有耳洞啦，因为我那我有三个洞，你要中间那个洞哦。你把那个啦，哎，什么画面呢？把它又到，把它又第四个了，插进去了没？快点，快了，怎么会？马丁说好可怕，不要怕，姐姐叫你。小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还记得刚刚摸的姿势？有，麦克风要帮我拿着吗？看不到脸，看不到脸就好了。确定吗？哦，真的有在摸哎。确定哦。来，我们请开门，请开始。彩花姐，那也够得糗啦。小姐，你的帽子会不会误导你的队友？我觉得彩花姐吃素吃太久了，男女通吃。她现在有点反扑了。有，她现在看起来很爽的感觉。反扑了。彩花姐，你确定你的脚是在这样子吗？
想一下刚刚的一凡，是不是摸太久忘记了？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好，一，时间到。啊，哎呦，为什么这么 man 的姿势到你那边变这么的性感？差不多是这样吧，应该是人的问题，应该是。请问到台湾姐那边就不太一样了。来，请开门。哦。一凡觉得这样差不多吗？那应该高一点。高什么位啊？不行，你要学着。应该是跟我差不多。没有，你从头到尾都在头上这里啊。他要是帮你摸不到啦。没有，他刚刚是直的，然后你摸他直话就这样。对呀，他想说你摸不到。因为我是让你摸我。但是你们没有，一凡忽略掉一件事情，请看小杨哥的头的角度，好歪的哦。好，从一凡开始。没有得分，请喷。都是你啦，你在干嘛啦？那我们就来看乐乐队伍哇搞。好，那马上呢，我们的 round two 啦。看一下呢，我们乐乐队又是排出如此不堪一击的阵容啦，请关门，请戴上您的眼罩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乐乐队的题目是。哎呦，完了，完了，少假了啦！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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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是假的？这个上面，这个在上面，这个在上面。对呀，对呀，它是这样，然后头这样。哎，对对对，有一点。我们有一个韩国人金泰印啊，看这里啦，嘿，对对对对，有点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边要用力哦，这边。那里没有啦，那里没。这边衣服要撕开是不是？这边衣服要撕开是不是？撕开。好了，古龙先 hold 住一下啦，下一棒请开屏风，谢谢。孟多，你不要太用力哦，他这个姿势，随时不对的话，他会死亡哦。孟多，你顺着摸。计时开始。不，干嘛一定要用回摸的？你要有顺序啊！你干嘛要去拿？我跟你说，那个这个姿势真的很累啊！哦，他等一下你摸一摸，他姿势会变啊！梦多摸仔细，宝。他的手断过，你忘了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喂，通常不是泼冷水吗？哦，冷水是啊，好 ，OK OK。孟多，你有这么简单吗？孟多，你不要自己变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的脚是，等一下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嗯哼，然后你是在问我们吗？你是在问我们？杰荣，我跟你讲吗？他在问我，他在问我。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。好的，就是这样了，请 pose 住，下一道屏风请打开。再吞口水，再吞口水了啦！哇，谢谢。我是痛苦的。计时开始。你在打篮球啊？你是摸到什么东西这么害怕？用力一点。好，他喜欢粗鲁。好，谢欣，注意他的下半身。法比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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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是梦多，他不是梦多，他不是梦多。哎，摸出来了！哇，谢欣你好敢哦！在找零钱吗？谢欣也找零钱。对呀。谢欣，等下手要消毒哦。呕什么呕啊？你在变吃豆，你是在脚底按摩。刚刚一直讲踩滑铁，你也没好到哪里去吧？请分开。刚刚一直讲踩滑铁，你也没好到哪里去。那现在，请你如实的摆出这个 pose 来。好，你好，不能讲话。好，确定是这样子了吗？哈，你确定哈？确定了哈。确定。请 pose。下一扇门，请打开。计时开始啊！好，摸得很仔细耶，月姐。感觉怎样？肉是不是松松的？皮
其实还蛮紧实的啦。对呀、啊，人家还年轻啊 ，OK 的。没有腰哎，职业伤害，职业伤害太重。他没。啊啊啊！你有的他也有，谢谢你脸红什么啊？对呀，又不是男生摸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。哎，阿布哎，慢点，阿布，把这一对男女拉开。阿布哎，阿月吗？不要讲。上一次被人摸遍全身是什么时候？2年前，怎么可能？身体检查吧。他为什么有一种娇喘的声音？对呀，他脸都红嘞。对呀。好的，到底老蔡摆的会不会跟第一位古龙的 pose 是一模一样的呢？还有5秒，四，是这样吗？三，哇塞，好厉害哟！停，停，请开门。是不是差很多？到底谁是老鼠屎已经很明显。当然就是谢欣啊！从性感变成家暴，为什么？答错请喷。谢欣，你不是说你摸得很仔细吗？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为什么？我一开始本来是摆这样，后来因为你摸我，我好痒，就一直这样。豆花妹这张照片多性感，对不对？多好看，壁咚哎！你看看，最后传到最后变成自杀，有没有？这些歪勾起床比成这样，真假是哈？你们是有好到哪里去？那再来一乱啊，要不要？好，攻守交换。攻守交换啦，两男队的进攻。上门，请戴上眼罩，请出题。哦，天哪！哦，这阿美姐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许纯美阿美姐嘛，只是眼影换颜色了。OK， 头发要一样这样子吗 ？pose 可以啦。哇，这啊。他可以啊，把那个头巾变一下就是啊。胸前也要这样子哦，这很不简单哎。这个很硬，超硬超硬。这个连亮哲都觉得很硬哎。嗯，你确定你手要放在那里？你等下会被碾过去。不要叫他碾过去也好。哎，这个手等下会不会这样啊？这是你的绷带绑别的地方哦。请开门。嘿嘿，请开门，谢谢。好了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可是感觉好像佩德罗不是很想要摸贾斯汀，他都用轻碰的。对啊，没有人想要摸贾斯汀吧？佩德罗小心不要摸到他的伤口哦。他的伤口是什么？额头。头上那个血块啊，额头有一个血块。难怪智商有点问题。哎，为什么这个姿势佩德罗摸起来好像？做那个筋骨的拉筋有没有？国术馆。对，国术馆。而且我又想到屏东的黑尾鱼记那种感觉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这 Otolo 嘛。时间到。哎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屁股臭极了。我屁股臭极了。臭关我什么事嘞？臭紧是什么？来，请摆上你的姿势。哇，这个不太可能哦。摆，嗯，哦，还不错哦。但是，他比较会跟，他比较会跟，跟前面假设，而且他的身体比较。你有没有觉得他大腿很有力啊？他可以悬空。有哎。不好意思。刚刚我们贾斯汀也是这样，可是这个好看多了。你看，等下再摆5分钟，你看他空不空？好像比较好看，屁股比较翘，就是舒服的。嗯，好了，确定姿势吗？确定。好了，第三位，请往前。哇，周瑜佩，请开始。小梁哥，老梁在干嘛？你真的太久没有了哈。他勾引我的啊。他勾引。摸，仔细摸，仔细摸，这里是台北，仔细摸，哎，油推油推，它的线条很好，好好摸一下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
肌力很强。这个姿势大概只有亮哲可以做哈。不要害我。这应该没有人可以做亮哲了。要摸仔细哦，摸仔细哦，确定那个位置的正反啊。对，是正面反面，你要搞清楚哦。你现在摸的是正面哦。好，请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我觉得因为佩德罗肌肉太明显了，所以他的姿势他可能会有一点哦。确定是这样吗？确定。因为第一棒都没有肌肉，所以就是摸起来。好，确定了吗？好，确定了，请把门打开，小心不要压到他的手。请把门打开。一凡，请把彩华姐带到对的位置。小梁，走开。我是一凡，你可以摸到我的手就知道了。对，好，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啊！不要玩这个啊！一凡在哪里？你要不要查查？哎，一凡，嘿，一凡，哎哎哎，专心，摸这边，摸这边，来，预备，对，开始。好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嘿。为什么要压他的头呢？因为这一趴彩华姐就不是摸得很愉快，就直接压头就对了，没有 kiki kill 了。哦，哎，这样有点长辈欺负晚辈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他有一点敷衍的在摸，对啊，你看，哎，你好快就摸到脚底了。奇怪，为什么刚刚在摸一凡的时候动作就没有这么快？就差别待遇了。对啊，就没有这么的迅速。哎，肌力也蛮强的。认真一点啊，彩华姐。哎，其实佩德罗还蛮厉害的，佩德罗很厉害，他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姿势到现在，看他们第一棒在干嘛？第一棒好像拍灾难片哦，有没有？哎，来，时间到，好，然后开始了哈，来，请开始，一凡。自己摆 pose 而已啦，不要一直招一凡的一凡的魂，好吗？不要互动啦，他是脚有。这样看可以吗？附件吗？你是筋太硬有啦。对啊，韩国人哦。好，小华姐好了吗？好久没这么开。好久没这么开哈。筋又筋呐，筋。他平常都只有开30度吧，今天就要开45度，有点困难。这样。试纸你都开过了，还有什么没开？好了，我们要开门了。小华姐，请确定你的姿势啊，请开门。收尾啦，蛮微妙的啦。哎，这个还蛮神似的哦，因为神似都是在地上才神似哦。好了，彩华姐，基于你要出60岁的写真集，你的肌耐力对于60岁的女生来讲已经非常好了，我所以这一题就让你们过。所以把它换到最后一棒，还让他们得分呢？就他只能在最后一棒。对。比较半年 ，OK 的啦。你走开！还有马丁，听说他是你们队长，你应该来抱一下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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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换下一轮，换下一轮。恭喜！不好意思，我们先取得点得一分啦。